9月29日，戏剧小天后陈意涵白色小洋装出席某美颜饮品代言活动。虽然服装选择失误，纸片身材暴露无遗，但水润透亮肌肤仍让她成为瞩目焦点。不得不说，最近发展势头强劲的陈意涵艺高人胆大，竟然敢从小 S 手中抢走产品代言。是很荣幸可以就是接下来继续代言了。那其实代言这种东西本来就都是会，你看我们就是换来换去的，所以我觉得希望我可以创造一个不错的佳绩，用我的方式。他抢没有要比啦，就当然都希望可以越卖越好啊，然后好东西。近来台湾地区票选出赵又廷、陈柏霖、彭于晏、柯震东四大帅哥，赵又廷当选第一，陈意涵听到大笑不止，直言难怪没有男朋友。我只能说我很荣幸刚好都认识这些人，然后有的还真的都是真的蛮熟的朋友。原来我身边那么多人，难怪我最近都交不到男朋友，因为其他人我都看不上了嘛，我周围原来都前几名都在我周围了。